来算一下，就是我的工作这样子。算命是吧？对对。你有去别的地方算过鸟卦吗？没有诶。我这边跟其他一般的鸟卦不太一样，他们是用文鸟，我这边是用高级的大白鸡。你看它的面相，面相比较好，灵性比较强，算得比较准。好，来，你先跟他说你的名字。我叫严温蒂。跟鸟说，不是跟我说。哦、老师，老师，我叫严。叫波波老师。哦，波波老师好，波波老师，我叫严温蒂。那你的性别呢？女生。然后把你的问题明确的跟波波老师说。波波老师您好，我想要问我在2024年有没有机会可以升官。波波抄一个来工作。等一下，飞走了，救我。来，波波来。寄开，波波打开，拆绳子啊！你要把纸给弄破，看来你这个命不太好啊！来，我看看哦。银图万事若冰丝，带了。这题目我没有复习到哎，工作是吧？你工作上所有的事情都像幽灵一样，不需要贪图你的薪水，你只要静静的做好你的每一件工作，每天反复的做，你就会赚大钱。那你下一个问题是？我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爱情。这是老师，我可以换一只鸟吗？你觉得一只鸟不够好吗？换一只鸟是吧？来，召唤妞妞。召唤下一位妞妞老师。妞妞老师好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我2024年有没有机会遇到新的对象？妞妞，客人问2024年他有没有机会交到新的对象。看来这个运势连神鸟都不愿意帮你抽。来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我们还是不要请神鸟好了。我们还是请一般的鸟。大白鸡过来。好，我们神鸟不愿意帮你抽，所以我们用这个神鸟的羽毛代替它，请波波助教帮忙抽。来，我抽一个。自己猜，帮客人猜哦，切记他现在是神鸟上身。叫啊！他被你这个签吓到了。来哦，我看一下，结果是中签是不是？是上签哎！哇，难怪他被吓到飞走。今年秋天之时，你会遇到一个很爱玩的人，你会在一个
公共场合遇到他，然后你们就会一起私奔，辞掉工作。今年顺利的话，明年生小孩。好，今天两个问题都问完了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了，谢谢老师。那我们今天的算命就到这里，我要下班了。神鸟波妞。Oh.